迎各位，我是李勇，各位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。谢谢非常舞蹈团漂亮的姑娘们，热烈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。非常六加一的互动平台呢，一直为大家开通。如果你有什么梦想、愿望或者想法的话呢，可以编辑短信给我们。全国的手机用户呢，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，10669999081。在此呢，感谢罗西尼表业对本节目的支持。现在呢，我要从所有的储存在电脑当中的这个信息当中啊，随机挑选出10位朋友的电话，我要和他进行电话互动啊。来，电脑守卫准备。好了，这10位朋友呢，感谢你们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啊。稍后呢，我要打电话过去，但是规则你们很清楚不过了。如果电话接通呢无响，您要不接听，或者是设置在彩铃上，那我们有规定时间，您要不接听的话呢，你就和幸运擦肩而过了，幸运呢要回到我们现场朋友的头上。在这里呢，要感谢罗西尼表业对本环节的支持。联系第一通信息呢，来自山东，手机尾号是9313，他是做矿山救援工作的，平时训练之余挺无聊，他想得到一台掌上游戏机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停！就是您。你很幸运啊，时隔今代完好无损。来，告诉我们大家，您选择几号弹？选择6号吧。恭喜，手机1部送给您，谢谢，继续连接。第二通信息来自江苏，手机尾号7508。上次的信息你怎么没看到呢？我怎么能看到啊？现场随机挑的，忍不住又发了。什么时候能如愿以偿？要张大床，结实。手机忙音啊，可能会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啊，没有办法，非常抱歉，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支持，幸运和你擦肩而过了奖。就是你。告诉大家，你选择哪号金蛋？3号，自己来。恭喜，手机1款送给你，谢谢。再见。信息来自吉林，手机尾号7077，别夸我。他媳妇儿太累了，送他一台全自动洗衣机。就是帮他媳妇儿这个。Sorry， 张。就是你。穿的像小长宝一样哈，来姑娘，来告诉我们大家选择几号金蛋？9号。恭喜，手机1部送给你，举起来大家看看。继续连线。信息来自浙江，手机尾号9918，发了 N 次了，这次千万不要忽略他哈，一板币。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。哎，勇哥你好，哎，你是勇哥吗？我是，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曾国藩的曾。曾国藩的曾。哎，那是。小曾你好，需要一把 guitar 对不对？对。小曾现在有10个金蛋，任意选择一颗金蛋，金花四溅 guitar 给你。选7号。7号。小曾啊，7号弹砸开之后呢，没有办法是空弹，
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有机会在电话联系啊，这只是一个电话互动游戏而已。好，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，时间关系挂线了，再见，连线。再见。天津，手机尾号6830，他老婆总是丢手机，他怕他哪天再把自个儿丢了哈。需要想让六加一送给他一部带 GPS 定位。不是我，你想一老公想给他老婆配手机要配 GPS 定位的，这是怕丢了还是怕别的哈、啊？不放心啊，加油！是您来，大姐来，请告诉我们大家选择哪号进站？8号。好，恭喜您，手机一部送给您，谢谢。连线，信息来自安徽，手机尾号是5052，每期都看，也是 N 次短信，不理他，理你。他想要一双单排滑轮旱冰鞋，不要让我再失望哦。看周围呀，没有停车的地方，不能接电话。喂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勇，你好吗？你好，勇哥。客气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我姓万。好，小万，来，现在选择金蛋，1号、2号、4号、5号、10号，任选一颗，金花四溅，旱冰鞋。4号。好，小万，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。4号蛋砸开之后是金花四溅，没有问题。那单排滑轮的旱冰鞋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话，那运动的时候呢，注意安全，时间关系挂线了，再见，联系。广东，手机尾号是9461，特大方哈、啊。送我一台电磁炉呗，说的轻松，你看能不能砸出金花来啊？让我和室友们边吃火锅边看电视。这孩子怎么那么温柔哎？男孩女孩？好，那抱歉了，时间到了，幸运又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走。6、4、0。来，高中的姑娘，告诉我们选择几号金蛋，3、4选1了。10号，自己来。好，谢谢，来，恭喜手机一部，来连线。海南，手机尾号7920，一位女兵，离家千里尽职责，但是却没能在妈妈身边帮忙，心里愧疚。送个有预约功能的电饭煲啊，现在有电煲，它很有智能化的哈。一响，两响，三响，四响，走。6、4、0。来，小伙子，告诉我们3选1，几号军蛋，选择一个号码。5号。五号。手机一款送给你，谢谢。连接。信息来自北京，手机尾号是4390，他老婆坐车晕车。他想送给他和他老婆回老家的战线连长。6、4、0。你好，
二选一了，一号二号，告诉我们大家几号带？二号吧。二号。恭喜，手机一款送给你。最后一个金蛋了啊！连线。信息来自江苏，手机尾号0892。喜欢上网看网络书，但由于看的时间长，眼睛太疲劳，希望给他一部眼疗仪。一句也没听明白，我时间到，加油！六、四、零。这个一号蛋人没得可选了，最后一颗金蛋了。好，那我们电话互动环节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感谢罗新一表业对本环节的支持。正在播出的是《非常六加一》，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今天依然会有一号、二号、三号的主人公登上《非常六加一》的舞台，他们是谁？他们叫什么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？他们人小鬼大，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背后小故事很搞笑呢？我们来一一了解。首先呢，要和大家见面的是一号主人公。来，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上一号主人公黄嘉亮。来自温州的黄嘉亮今年5岁，家里到处都是他的照片，看得出他在爸爸妈妈心中的位置。但是他最开心的事儿却让人意外，去别人家里玩。为什么？因为老爸对我太凶了，别人对我太好了，还有这里家我看腻掉了。嘉亮，你从早上开始就这么开始玩到现在了，你看地上摊得一塌糊涂，自己收起来。我能不能再玩一下？再玩20下行吗？玩2下。老爸，去帮我被子叠一下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你的被子为什么妈妈叠？为什么我的被子就自己叠？发现目标！我没看到你，你在这里看你啊！我刚才看你。嘉亮最喜欢去金爸爸家。因为金爸爸对他特别好，一直陪他，给他讲故事。深夜了，嘉亮爸爸忙完一天的工作，来金爸爸家接儿子回家，结果快点的走了呢。我想想心里不行，因为他今天也没在家，原来只能在家里的。明天再过来的好不好？你好，黄嘉亮。刘叔叔你好。你好，欢迎你光临非常六加一哈。我刚才看你哭得很伤心哈。刘叔叔，你不知道，我爸爸对我太凶了。金爸爸人长得又帅，还会给我讲故事。那你爸爸不给你讲故事？讲是讲啊，他每次让我听见《请听下回分解》，爸爸要睡觉了。你爸爸平时对你很凶啊？嗯。其实可能是爸爸对你一种严厉。我看你哭那么伤心，就不愿意跟爸爸回家。有一天啊，我在车上啊，我说，老爸不要回家。他说，这是回家的路吧？然后我说，不是回家的路，你也不要这么凶嘛。那个他说，我不对你们这么凶，你会听吗？说起这事儿来，这孩子义愤填膺的啊。
那咱们就不说这个了，来说点快乐点的事儿哈。一般小朋友啊，他都会有一些梦想。你告诉我们大家，你长大了想干什么？想当爸爸。我还头回听说啊，这小孩这么点儿，将来的梦想就想当爸爸。为什么你想当爸爸？因为爸爸很爽啊，能出去喝喝茶呀，还能动眼睛啊，还能打小孩子啊。六叔叔，你小心过来，他是这样子打小孩子的，把他凹过来，好，把他凹过来，啪的打过去。你这不叫打，叫砍。不是所有的爸爸都是这样的，你看我就不一样。可是我爸就这样的，所以我想把他换了。要换爸爸的话，你有什么标准吗？标准啊，第一个就是头发要多的，还有要眼睛要小小的，还有就是不会瞪眼睛的。要帅啊，眼睛要小，不发脾气啊，头发要多，你看我合适了？你呀、啊，你还可以的，那我就叫你李勇爸爸吧，李勇爸爸好。今天黄家亮的父亲呢也来到了现场，来我们认识一下。现在你儿子想让你下课。你心情好受吗？你我的心情很沉重。其实我也很冤枉，脑袋秃不是我的错。以为他说你很凶啊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在短片上面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直在玩，然后比如说玩了几个小时以后他还是要玩，所以我就会对他凶。包括那一天我在车上，等于就是他在金超爸爸家里回来，不停的哭，不停的闹，所以我就凶了。你不会跟孩子好好说吗？确实，我对他的态度有一些简单，那么简单粗暴，简单粗暴。我的父辈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严厉。我觉得我现在不是说事业有成，但是我至少做人做事要规规矩矩。其实我对家亮也是这样子，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我也是想要我的孩子能够有像李勇叔叔这样子的成就，能够规规矩矩，不至于像一些人吊儿郎当的啊。这个是我的心愿。所有的观众认为不要让我下课的请给我鼓掌。谢谢。你爸爸平时对你凶的时候，瞪眼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？你模仿一下。他是这样。你别瞪我。有一天啊，我小时候的时候。爱举例子孩子。我坐在凳子吃饭的时候，他说，你吃不吃？要是不吃的话，我拿着筷子咚咚咚敲下一代。像子很凶的。想换爸爸。这样，我给你这样一个机会，现场，我们这么多的叔叔阿姨，你看谁符合你的标准，你就去选个爸爸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找一个合乎你标准的，随便选。那我就选一个这个叔叔吧。怎么称呼啊？马吉。那我就叫你马爸爸了。马爸爸好。马爸爸来继续学哪个合你的意？那就这个吧。他是吧？怎么称呼？叫李晨。李晨哈、啊他现在他叫李晨。陈爸爸吧。陈爸爸好。结婚了吗？22，你还没结婚呢。别选了今天。哎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如刚叔叔的话，笑是笑眯眯，可是我觉得他太胖了，要是再瘦点的话那就好了。瘦点就好了啊，减肥，要减肥。
孩子挑选还是很严格的哈。你看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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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那个还可以的吧？还可以哈。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姓张。张爸爸你好。有孩子吗？没有。没孩子哈，正好。哎，这个他怎么样？他太老了。慢点哈，选了三个爸爸了，但这事儿呢，我得问问你妈。王家亮的母亲呢，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你好。你好。看着孩子满现场的找爸爸，刚才认了仨爹。你说这孩子这样，他怎么办呢？我们两个应该你也站起来了，绷不住了吧？现场人选仨爹，还没说我呢啊！不是，他有时候把别人对他的客气当成一种福气呢，啊，所以他会拿回来跟我们对比。不过我相信他应该会慢慢的知道我们的用心良苦，家亮啊，对吧？那黄先生，人家那个金爸爸怎么就耐心的讲故事？你怎么就没有耐心给孩子讲故事？金爸爸讲一天，我要讲一辈子，不一样。我其实每天都讲，但是就是说有一天讲，请听下回分解，他就记住了。你爸爸给你讲故事最长能讲多长时间？就一秒钟。一秒钟？啊，没，那个应该两秒钟吧。两？你现在在说什么？你默口难辩啊。我下次改正。谢谢。这个我们再往深处谈啊，就谈到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了。黄家亮来到北京之后，来到非常六加一的预演中心之后。黄家亮这小朋友还真没少换爹，导播。在六加一培训中心，家亮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，可开心了。在这里，他接受了各种培训，同时又认了好几个爸爸。Tell me why? Is it so smart a bit? 这个歌你唱的特别好。妈，你是所有我听过的小孩里边唱这首歌唱的最好的。嗯，我也陈叔叔啊，我是弟弟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给你问一个好消息啊，我今天又认识了一个爸爸，是洪斌爸爸。哎，他说我唱的《Tell Me Why》歌是最好的。帅哥黄家亮吗？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哇，这是你的演出服吗？嗯。哟，看看啊。你长得这么帅，是像妈妈还是像爸爸？嗯，像哥哥。像哥哥。把这眉毛加黑。然后我们再选一个比较那个酷一点的演出服，然后我们在台上好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来，机长。我们来握个手吧。握个手，好，来握个手，祝你成功。谢谢阿涛爸爸。阿涛爸爸。嗯。我爱陈叔叔啊，我今天又认识了一个爸爸，是阿涛爸爸，他说我是最帅的。这样可以，你们现在是？郭磊老师真帅，他跳得好棒哎！结果培训时的家亮总是对别人的才艺着迷，对自己的却不上心，当然被批评了。出去练明白了再来，你现在这副样子不对，动作连记都没记清楚，明白吗？你干嘛啦你？没有呀。那他说你出去练吗？你那么去练呀，干嘛？我怎么去啊？我去试试看，去试试看，说不准行的。不去呀。说不准行的。去。慢慢练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少动作了，这是一。知道这首是干嘛吗？一、二，是射箭拉弓。你给的那劲儿是拿拖把的劲儿。你是个男的，男的没事，你哭什么哭啊？不许哭！喂，老爸，我想你了，你赶快过来吧。
我下次一定不会叫你陈叔叔了。老爸，姑奶老师很凶啊，姑奶老师是全北京最凶的人。哦，他遇到顾磊、顾指导这样的凶悍的人啊，受委屈了，想起你亲爸了，是吧？那你刚才讲了你爸爸的缺点，那你能给我们讲讲你爸爸还有什么优点吗？优点啊，我的，你看举例，优点，我晚上的时候我说，老爸，你的小拇指指甲是小拇指指甲好了吧？然后他说好了，然后他就我说帮我抓一下痒痒，然后他就帮我抓了。然后这是第一点啊。第二点的话，有时候晚上我说老爸讲个故事给我听，然后他就给我讲，我说老爸明天帮我讲个长点的故事，他就帮我讲了。然后第三点的呢，就是有时候我哪里排练好的话，他一句话都没有，直接去帮我买玩具了。这不你爸挺好的吗？那你还到处换爹？那就是他凶吗？凶那是对你的严厉啊。那这样，今天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对着你爸爸，其实你刚才你看你爸爸在笑着，其实他心里怎么想我跟你讲，我也是当爸爸的，心里很难过的，看到自己的孩子满场的要换自己，那心里多难过呀！能跟你爸爸说几句宽慰的话啊，让他心里面舒服点。老爸，我下次不会再换你了，我只有你一个爸爸。孩子很真诚，所以我也希望黄家亮的父亲哈，抽空啊能多陪陪孩子，珍惜和他的每一天吧。一晃眼啊，孩子又大了，有时候你想管都管不了了，尽可能的要对他和气些，让你成为他心目当中最受爱戴的人。刚才孩子也表决心了嘛，世上只有你一亲吧，他再不换了。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好了，王家亮，梦想之门呢即将为你开启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还换爸爸吗？以后不会。祝你好运。祝你好运。火起了气，好像一把火燃起。
谢史莱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勇。马上和大家见面的是今天的二号主人公，来掌声请出今天的二号主人公邹然。等会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邹然。他是谁？周纯。我是他弟弟啊。你来干嘛？我来和他一起来赢节目的呀。他帮我来表演的。他帮你表演？啊、嗯。哦，他是你的助演。嗯。啊，啊，助演吧，助演吧，嗯、来。来到非常六加一，你助演完了，你就可以到台底下看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杨叔叔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跟我下台走，我想和姐姐一起在台上表演。不是，刚才不是说助演帮着姐姐助演吗？对呀，然后演完了就可以下去了，好吧？杨叔叔，我求求你了，那你去考考我可以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考你的问题啊，这个。你站你姐旁边，她怎么回事？她就老跟着你啊，她跟一个跟屁虫一样。那当然了，我上厕所她也要上啊。你刚才那助演不就是那么两句话吗？谁不会 啊？你非要蹭上台来干嘛呀？你就考我可以吗？我不会。那我们这样，透过一个短片啊，我们了解一下邹然还有邹纯这姐弟俩的这个关系啊，来导播。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县，有一个叫邹然的小姑娘能歌善舞，摄制组特地前往永顺县寻找邹然。邹然啊，你在给谁开门呢？给你啊。给我在开门啊。没想到的是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导演，我给你送一朵花。为什么要给我送花呀？因为你带我们这次回家了，送奶还要送铁棍。嗯，谢谢你。我看用什么电池做的？谁做的呀？是我做的哈。你做的？这是妈妈。哦。妈妈。在家里的铁棍。啊。在和我弟弟放风筝。哦。衣服都还没晒干。衣服还没晾干。嗯。嗯，这棵树上长的是什么呀？这都是。是樱桃。姐姐请我们参观她的房间。弟弟也不闲着，这是我和我姐姐上学，我们都早早来的，所以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就要上学了，我头一次我到那个书上画的。这是不是你最大的奖啊？是的，是我最大的奖。姐姐给我们看她的奖状，弟弟也不甘休。你有吗？有，我有一点。可是节目组原则上只能让姐姐来参加，这可难坏了弟弟，不停地给我们展示他的所有才华。
你觉得怎么样？妈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问一下导演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最后导演还是没有松口，弟弟急了。告诉一下导演，问一下。可以自己问吗？我们的摄制组啊，去找这个邹然，没想到呢，邹淳杀将出来，哭的给一次机会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非常六加一这个舞台是不破例的，选中了谁的话呢，我们是一定要有他的设计和目的的。嗯，来征求一下姐姐的意见。好，你愿意你弟弟继续待在非常六加一这个舞台？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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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意。那就得考考你，现场的所有朋友，我们就是大众评审团，最终由你们来决定邹淳能不能留在这个舞台上，和他的姐姐一起来成为小主人公，行不行？行。行不行？待会儿大家伙举手表决哈。你的标准，就是你姐姐。嗯。非常六加一对每一位主人公啊，大人也好，小孩小朋友也好，都是全方位考量的。首先就是言谈举止，我刚才讲你的标准就是你姐姐。来，邹然，你先来。你们好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的名字叫邹然，我今年6岁了，我来自湖南，见到你们非常高兴。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my name is 邹然 ，I am 6 years old, I come from 湖南 ，Nice to meet you, 谢谢。你是土家子哈？哦，是的。我这听着这个英文像土家味儿似的。邹淳，该你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啊叫邹淳，我跟你们带来要一两个 SS 谢谢。哟，这种你姐姐怎么样？你不是说你姐姐会的你都会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你姐姐唱歌跳舞你都会吗？会。好，标准还是你姐姐哈，你在这儿待着去。来，邹然，跳段什么呢？土家族的山歌《花大姐》。二公山，三个美家山，花花群里两个美家仙，山川花衣三个美家山，花围裙儿呀两个美家仙，花花年纪三个美家山，花花裙儿两个美家仙，二十四朵三个美家山，开花人里两个美家仙。三十给背多的钱，谢谢牛羊的味，你倒是很有胆子些，谢谢。我叫你了吗？我又忘记了。真的。来，邹淳。一二三，唱。啊，这个天，啊，这个娘嘞，啊，这个姐姐。救回救娘，要分你来，我舍不得你，我的个好姐姐，浪哥，娘子孙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被你吓到了，你刚才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姐姐嫁给人家的意思啊，是哭嫁歌啊，也是土家族山歌啊。哭嫁歌？对啊，就是姑娘出嫁的时候唱的歌，哭嫁歌。对呀、啊，这一辈子你都体会不了哭嫁的感觉了哈。你姐姐有可能哈，唱的怎么样？吓人一跳啊！我刚才真怕委屈了她，然后我刚才偷偷问她姐，她姐说这是在唱歌。继续考试，你说了你姐姐是能歌善舞，来，邹然跳舞。我们湘西土家族的布谷舞。
饭啊。看到了哈，姐姐跳这舞多好看呀、啊！那个小竹篓，我会街舞。你会街？你要跳街舞？是啊。干嘛？干嘛？没事，我就看看你这衣服适不适合跳街舞。来，街舞看。刚才几个动作啊、我们都已经看到了、但是这身打扮啊好像是很不搭调、哈哈，这样最后的一次考量、我们要提高一下难度了，要考量一下你们的基本功扎实不扎实，标准依然是你姐姐邹然，来邹然来个扎实的基本功，搬腿一分钟，你能这样坚持多长时间，你能坚持多长时间这样，你能坚持多长时间，一分钟，一分钟啊，你能你除了左腿以外右腿可以吗，右腿可以吧，换个腿看看，这个舞蹈的功底很扎实，你看到了吧，看见了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的话，大众评审团有一半以上不举手表决通过，那你就还得回到台下，明白，明白了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加一个，基本上这就属于满地打滚，那你不说，你不说点好话的话，你指望大家伙能通过吗，谢谢你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，谢谢你支持我弟弟，其实我弟弟很努力的，你们都长得好漂亮好年轻呀、阿姨你长得好漂亮，我想跟你叫姐姐叔叔你好帅啊，你好像打篮球的王子啊，我喜欢你，乱套，现在拜托大家，如果你们同意邹淳小朋友留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的请举手，滚好了邹淳、去把帽子戴上，你瞧你瞧，大家同意你留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，梦想之门即将为你们开启，准备好没有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你怎么老慢半拍啊，祝你好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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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we'll be right back.
子，没什么别的事，就那么年轻的子，三年单位不起够，三年单位不起够，可我这一把工作多加一点骄傲。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勇。马上要和大家见面的是今天的三号主人公，现在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的三号主人公萨巴海迪。来自新疆巴州烟耆县的萨巴海提是一个爱笑的维吾尔族小姑娘，虽然刚刚上小学一年级，但是周围所有人都喜欢她。萨巴海提呢，是一个非常有礼貌、非常懂事的孩子，在班里爱说、爱笑、爱唱、爱跳。嗯，孩子们都叫她开心果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。就算是在最苦的舞蹈基本功训练时，萨巴海提也是一脸微笑。她非常的坚强。嗯，他尽量的都让自己永远保持一张笑脸。跳舞就笑就很美，哭就特别不好看。萨巴海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过节，甚至组去的那天刚好赶上盛大的古尔邦节，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，萨巴海提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音非常六加一，你能不能用维吾尔语呢向大家问个好？来，阿斯拉马，对大家别对我。阿斯拉马阿莱公李勇叔叔您好。好啊，萨拉姆萨拉姆君萨拉姆，我说的还算标准吧？对啊，萨巴海迪呢虽然是维吾尔族呢，但是他的这个汉语说的非常好啊，不光汉语说的好呢，而且还会说方言。我一说大家都会笑，我先用四川方言来自我介绍。四川方言啊，对。我叫萨巴海迪，今年六岁，我来自新疆巴州燕子县，我从小矮长矮挑，此外是个朗诵，节目主持也是我的台唱。还会什么方言吗？我再用东北秧歌来自我介绍。哦，东北秧歌，我有离远点。我的家在西北，新疆燕京县呐，这里是可是指日路，内兵元阳呐，现在青山绿水长，门前两棵大白杨，有个小撒拉海蒂，秋水又爱唱啊，哎哎呀，还会什么吗？我在用新疆燕籍的回族方言唱歌，我要尝尝你里面都有你爱吃的东西。来来来来，你尝尝我。京剧里唱的都是普通话。对。那我领教一下京剧里的普通话。大爷千爷领我去把京戏看，看见那舞台上面好多大花眼，红白黄绿蓝也是有的脸，一边唱一边喊，哇呀呀呀，好像炸雷击下在地上这边。蓝脸的多尔衮当羽毛，红脸的关公战鼓扎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。就把刚才那一段蓝脸的窦尔敦，你把那动作改一下，你用那个甩拉条子的动作，就唱那个蓝脸的窦尔敦，来，来，就那两句就行了。当一马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，叫喳喳。
呀哇呀呀呀呀呀，可不容易了啊，多才多艺的哈。其实大家伙呢，一见到三八眼皮的时候呢，他总是在笑。你哪有那么多开心的事情啊？因为我从小就爱跳舞呀，所以跳舞要表情好。我知道笑就漂亮，哭就难看呗。李勇叔叔，我可以给你表演一个吃葡萄的表情，不用吃真的葡萄，看我的表情你就知道了，我吃的酸的还是甜的。哎，我给你找了两个人，你来教他们，好不好？然后你来做，你教他们完之后呢，他们跳，你来做评判，你来。找个女的。你来。来，三八海提，看你的了。这个舞蹈方面呢，我就不多强求你们俩了，轻而易举，他们也学不会，他们笨手笨脚的哈。那跟你比起来就差远了。好的。现在就让他们尝葡萄啊，来吃，吃完之后看他表情。你是吃葡萄呢，还是擤鼻涕呢？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女生呢，她吃完葡萄之后，她那个表情感觉是酸的。咦，一颗，好，你吃了一颗甜葡萄哈，来，你吃一颗酸葡萄，来，要有酸的表情。你真的没有吃过酸东西吗？你吃过，你把你酸的那个表情表现出来啊。来，我们道具师傅到那个食堂去拿一颗那个挤好的大酸白菜来。节目结束之后呢，你一个人哪也别去，去我那休息的屋，你把那一颗白菜给我吃下去。谢谢你们俩，谢谢。黄家亮刚才应该找他当爹就好了，眼睛又小又没脾气，酸甜都看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很开心啊，三八海天很开心。但是来到北京呢，来到非常六加一的预演中心之后，你别看这么开心这么快乐一个孩子，哭了一天，而且哭得非常伤心。了解一下，那是你的早饭吃过的。萨巴海婷为了让自己的汉语说得更好，居然给自己增加了高难度的练习，挑战电影配音。第二天妈妈就去世了。怎么的？那么伤心的地方能笑吗？再来。这是第二天，妈妈就去世了。你好好看看，小兰那边是咋做的？伤心的时候真是哭了。配音可不都是永远微笑的，还有伤心的。这下萨巴海提找不到感觉喽。妈妈去世的时候会笑吗？不会。你干为啥笑了？你笑得不闷的呢？什么妈妈？什么妈妈？来，现在找一下感觉啊，就刚伤心的那感觉，现在找一下啊。这下流着泪找的感觉肯定对了。这第二天妈妈就去世了。别哭了，你是个大孩子了。萨巴海迪的母亲教孩子还真有一套啊，这孩子收不住了，连台词都变了啊。那妈妈批评你之后是不是改进挺大？我觉得还好，但是我没有配合的人。李勇叔叔，你能不能帮我和我一起配音？萨巴海提要挑战专业配音啊！但这一段呢，其实我已经
忘掉了，因为很早以前看过的嘛。我们拿上这个台词来好不好？我跟撒巴海提合作一下，腾儿你记得吗？记得。你记得啊？我不记得了。谢谢。后来北方佬越来越多，我爸爸就回不了家了。我们的房子被烧掉了，我妈妈病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治好她。不，嗯，那是你的，我刚吃过的。说的对。我妈妈在临死一直在喊着爸爸的名字。不，那是我的，你刚吃过了。我很抱歉。你只是忘了。所以便就叔叔去把我爸爸找了回家，就在第二天妈妈就去世了。别哭了，你还是个小孩子，你不能哭。总统先生。什么佛吉小姐？你不会参与我爸爸和莫里斯上校对吗？这次该你了。不，这是你的，我刚吃过了。这我们俩合作怎么样？特别特别的好。特别特别的好。好了，撒巴海迪，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，告诉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祝你好运。非常六加一。那放在我们一号、二号、三号的四位小主人公呢，都已经才艺表演完毕了，而且他们的很多小故事呢，也非常的有意思。现在我们再次请上今天登上非常六加一梦想舞台的四位小主人公，首先是一号王佳亮。
主人公萨巴海迪。来评选出今天的非常明星、非常小明星，没有标准，你们的标准呢就是非常六加一的标准，你们喜欢谁就投谁一票，请选择。今天的非常小明星是邹然邹纯，特别感谢这些小朋友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带来的精彩表现。这里是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永夏，再见。